都在出生了。2021年12月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，因我正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我正提升防控两剂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工作。采样完成后，立即以家庭为单位回家，不得出门。三，对个别人员不执行疫情防控确诊和命令，要闻闻。这个进报告，单位在这个话题。